热茶来咯。对，很烫哦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就是取少量，八分，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去。放两勺哈，嗯，好，要浓一点就加多一点，好，两勺粉，你可以先示范一杯给我们看吗？然后这是玄米，玄米，一点点，少许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大概一勺，用一勺半，哦，半勺。无敌观光客，然后加热水，对，热水。啊，那个刷子要干嘛用的？刷子等一下刷那锅子。哦，好。因为等一下喝不完，可以打包回去。哦，好。我们用袋子等一下。好。这样就可以喝了哈，这样就可以喝了。好，你要如果不想喝热的话，就加点冰块在里面。Finally, everything is done。来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示范的茶，客家擂茶。